这个影片记录了装袋过程。这一周我们将重复相同的工作，集混合我们用于滴灌生长的介质，包括椰糠、稻壳灰或沙，然后将这些混合物填充到每个 polybag 中。我们要确保每个 polybag 都填充的足够紧实，特别是在 polybag 的四个角落。在接下来的每一天中，我们期望提高装袋效率的技巧和窍门。这个是 fake，